少人？3000多个。哦，3000多个。哈哈哈哈哈。来，还有我们在我们大楼耶耶。哈马斯已经帮我开场了，我就直接来了。啊，好多小鱼哦、喔。对啊。花枝吃完了没？我还没吃嘞。今天小只的拉伦啊，还差不多啊。哦，真的啊。哈马斯中了手。最近这边哦都快超小只的。嗯。金鸡王。都是那个秋刀鱼品种的。嗯。50至200多块，好便宜哦。对啊。太便宜了吧？店员跟我讲说，哦，中。新奇吧？很新奇的感觉，新奇。因为我刚刚看到它在掉，我被撞好几次。刚后面水冲一下，好，开火了，开火了。哈哈，没有回，没有回。走走走，让我从上面过。然后甩球，不要动啊！你动来动去就完蛋了。OK， 拜拜。大喷。喷，喷掉了，高高。啊，那边好多人啊。走了，没关系，爽到就好了。啊，嗯，
啊，断了、啊！我想说没有很大只。哎呀，你这个放这样子放炮不行哦。OK。来，龙眼来，我试看看要脱钩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断线了，对不对？啊？我第一次是开钩，第二次断线了。可以，哎，跟着不累，我已经收竿了，没办法了。我去看看。哎呦！他往这边。下一半。谢谢。哇！对啊，还好没有缠到别人。不错。这样很要。靠到这么近了啊！对啊。想进干嘛呀？啊！熬了好久。耶！终于。龙龙算是没有漏气了。值得了。啊，那边很好起鱼啊，所以有了，终于，哇！好啦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小铃铛哦，谢谢。